迟到的人。没有啊，我有原因的 ，OK。你要说原因，你快说原因。因为我本来早上出门了的，我们的第二位。第二位合伙人到了。Hello 没有，我录一次也罢了。说说话，说。就绑蝴蝶结啊。蝴蝶结，两个蝴蝶结啊，没有绑一个，没有就是一个结，然后再多一个结。好屌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还是色的？OK， 蛮酷的，蛮酷的。好像有一点。你要飞，快点！你要从那跑啊，飞过来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要跑，你从。阻碍他。可以拿这个来把那个墩上墩下吗？对。我以为我翅膀破掉。我们的辛苦劳作。辛苦劳作。我们的杰作，哇，这个没哦，哎，这个好看啊，这个。好吧，那就这样。我觉得这样可以量透视啊。OK。好，可以看到可以。我们今天要来到小绿气球。可以对嘴吗？我们的主角终于醒了，他这个是他的，他一定要带翅膀才可以飞，才可以下来。Oh my god！ 你看你个二，我还跑不过来耶！早安。你看那你跟人家讲，你会被骂，我觉得你会被。谁会骂我？谁会骂我？这个翅膀很好吃，可以。小姐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坚果塔。可以假装吃掉吗？很热嘞，香吧？短，我拉伸，你刚刚那个要翻进去啊，荒谬！你可以拍他，然后赶他，然后给他在空中飞。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。你要特写文？哇，我的眼睛很紧哦。生日会上面，然后我是那个主角，我是蝴蝶，我是这位蝴蝶，我的翅膀已经歪扁了，你看这个很可爱，好像还好。其实我的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
谢，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，你要做很感动，谢谢大家为我庆祝生日，谢谢大家，哎是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谢谢大家来我生日，我准备这样做，真不好意思跟你们呢。掉一滴泪。不要看这个，不要看这个。是我的花吗？生日快乐！挺早的。特别的月，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早点，早点，早点。哎，就把玫瑰，你要给，你要给钱的。快乐。哦，他讲是啊，有一点，还有呢，很不雅嘞。什么？明天去楼上停车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跑？我们今天要去 Seven Eleven 买酒。我们现在要去71，是七吗？你看到是七吗？还是倒反？倒反，倒反。七，对，七十一。你不要太低了，我要忘记了。0.0353，0.0353，0.0353，0.0353。灯下面比较便宜。OK。暗低。0.0353。暗低。我们一起学猫叫。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，生小和孩子哎，就是看那个后空翻的后果啊！谁要来我家看猫后空翻 ？Boy, queen and boy, and you're so happy to meet me. Blossom of snowman.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几点？5:40。我们刚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拖了这么久？因为在听歌，然后还弹吉他。来讲话。来讲话。OK， 我们现在终于要上去睡觉了。